给你点小费，帮我泡杯咖啡吧。欢迎苏女士莅临指导。干嘛呀？又不是第一次来，这么神神秘秘的。还有这个，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特别款式啊，不可爱吗？可爱，就是有点粉。粉多好呀，女孩子不都喜欢粉色吗？来。新买的啊？对呀。那。都是你买的吗？啊，这眼光比我们家兰姐还一言难尽呢。怎么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嗯，没你可爱。说吧，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你应聘研究助理，任务重，时间紧，我可不能给你开后门。我能为你做的就是私人家教服务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资料，虽然不说特别全，但是配合上我帮你整理的论文，应聘个研究助理，十拿九稳。准备这么充分，顾老师，你蓄谋已久。我是觉得你家离学校太远了，你这样每天来回跑，不影响复习进度吗？再说了，你回去那么晚，也会影响兰姐休息的，对不对？这儿多好呀，云蒸咖啡图书馆，专属空间，专人服务，24小时为您开放。给你点小费，帮我泡杯咖啡吧。你这个小费可买不起我的咖啡。嗯，这就对了嘛。伟安，你学习紧，我工作忙，一不小心咱俩一个星期都见不上一次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想每天都看到你。好吧，那我考虑一下。